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快、啊、你在哪里啊？我就在这里啊。它越来越快了，越来越快了，喷出来了，喷出来了，它还加速，我那个吧，它还加速，哈哈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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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这样子有吗？这样子没有碎片呢、欸？为什么？可是你知道 YT 不能用 Banlon 吗？好快哦！你为什么要偷我石头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放回去。不是，我说他自己。可是他没有掉碎片呢、欸。对啊，我想到一只红石，顶多就练而已吧。这个可以练，可是他没有掉碎片呢、欸。所以做两个使用者哦。嗯，做两个使用啊！我想到用虚空漏斗把周围的东西吸回来。可以可以。我们去看看吧，因为我要盖一个一样的东西。可是它这样是可以练工具的、啊，感觉上没有那个哎、欸，没有水晶哎、欸，还是放出来的东西它不会算啊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！我放木材出来打掉都喷一个给我哎、欸，所以这样子是可以，只是我们运气太差咯。我是觉得可能是机器运作的话没有吧。机器运作有，刚刚有，那就真的是运气差了。哦，我需要一个虚空漏斗，先这里借一下。就像我们刚刚，不是刚刚，就是之前用锤子挖，不都是3×3或3×5的大小？嗯，对啊。这里要放个虚空漏斗，放在这里，然后往下接。等一下，嗯，等一下、哦。它的面是不是这里？需要往下拉这个吗？对，好，然后在旁边就可以。它好像直接被虚空漏斗吸掉了、欸，它完全没有喷出来、啊。那很好啊，那漏斗就多啦、啊，漏斗已经被打掉了。可是你箱子打开吗？打不开箱子啦。那就箱子放上面。那我就虚空漏斗摆在后面这边嘞，摆在下面那边吗？箱子的后面，对对对对，可以摆上面啊。等一下，你就导管先关掉吧，先把它关掉吧，先把它鹅卵石拿出来，加速，先把它鹅卵石拿出来，不让它挖。它已经适应了哎、欸，好快啊、哦！好，三等。这还不会耗耐久哎、欸，不灭啊，因为它不灭啊，不灭是活木，不是啦，四个耐久大板，五个、哦、五个，这个吗？感觉再不看我影片啊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还没看影片，那是昨天的，好的，我的错，修改完成，修改完成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有一个啦，那原本的。哦、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看多久差一个？观察日记。哇，这要练，这样练工具也很快哎、欸。绿石会给啊？会啊，都会给啊。第二个了，第二个了。反正你说的那个是这个树上面没有什么东西，上面没有不灭，不灭怎样？树上面好像没看到哎、欸。哦，他不会说啊？因为他太强大了，他很难解释、欸，因为他就是五个耐久，就等于是耐久是100%不会耗了。啊啊、欸、啊！就是这个意思，啊、对。所以你耗了花了5次那个次数这样子。对。了解了。看一下，在世界的中心做不吧？你感觉很吃资源哎、欸。在我在的时候挂着的时候做就好了，离开这范围就不要让他跑了吧。对啊。感觉这个东西很吃资源哎、欸。明天又看到他已经，这是练的比我那盔甲还快、欸，天啊！你知道我不敢练，是因为我原本也可以很快，但是他修的速度来不及，修不起来啊。对，我今天差点就是修到爆。
只是下去尿个尿回来就发现，哎呦呦，怎么我已经红色快爆了。他叫奈久大阪，八个黑曜石加一个模板，任何模板。好，做做看。嗯，杰克，我现在，怎么了？有人说你摘都不掉。什么东西不掉什么？被骗啊？是我的错吗？哎，有一个了，你看。好，我走，怪我咯，我走，我走。我哈基没开台吧？哎、欸，没啊，没有开台。啊，我还在。而且我中间还有漏斗花，所以还好，那只是辅助的而已。哎、欸，那我要做啃，好了。啃什么？没事啊。音乐，嗨，来陪我一下。怎么了？我的凋零骷髅生怪砖该放哪里好？凋零骷髅生怪砖？对啊，你没听过？就是黑色骷髅头的生怪砖。你看你要不要放一个专门生怪的地方啊？这里啊，例如地下室啊。对啊，我就是挖了一个地下室啊。然后我是想要用一个，就是不用的时候就用灯把它照亮，不让它生怪。可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放？有灯吧？我记得有可以看一下。你用红石灯呢？就我想说有模组用模组的啊。哦，看一下啊。没模组就，哎，啊，糟了，头痛了。我看看啊、哦，灯的话 ，Hunity， 啊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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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难吧？现在灌岩浆，把刚刚取回来的500桶放回去。萤石玻璃，玻璃。有什么灯比较好用的？我看看。我之后也要把这片楼梯拆掉，改一下。嗯，小。这场直播会做装备吗？我们现在水晶碎片没有啊，所以我才在刚刚才在做那个东西啊。对呀、啊。那假如用锤子的话，就是一直挖33大小。对啊，可是你就是要一次能够放33啊。哦。对啊，不然你这样子挖掉一个也是算一啊。也是。哎、欸，可以挖33。你做大台的吧？你又想干嘛了？你先帮我解决完再去过去。事情不能做一半。有什么比较好用的灯啊？看看。治愈方块。Open。这边有9740桶岩浆，你哪里倒采岩浆啦？我家地下室可以做3×3，对，我有在想可以做3×3，但是我先找一下看有什么灯可以用。模组的灯，感觉模组的灯比较少呢。改另一套不灭装备。哇，感觉四个大坑啊！是可以啦，你就先用活木做整套装备啊。对，之后再改啊。对啊，我是其实这下午就有想过了。我没有看到什么可用的灯欸。好吧。嗯，简体的灯搜寻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先打一下简体的灯。我需要翻译，嘿，灯，然后中文翻译成简体中文这个，嘿，我需要有个翻译东西，灯。啊，不是这个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灯 ，OK。能够用红石控制的灯，灯具控制器，这是什么？
这一次全开全关这样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灯具如果是的话，还蛮猛的。嗯，看一下古代灯，风箱组日光灯，灯光控制板。不是都听到骷髅的声音？反光灯，哎、欸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去单机看一下这东西是什么。好，好。打灯看看，有啊，我刚刚打啦、啊。灯其实找到很少啊。灯就七页而已。如果我打简体的话，就只有七页的灯。而且很多都是重复的，只是换颜色。工业型魔法类型。没有吧？看心情类型。嗯，还很久啊！哎，不知不觉已经十点了。嗯，对啊。为什么玩模组时间都过这么快啊？讲很好啊。太快了！我现在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挖了世界中心，然后做了一个活石的产生机。Yep. 好像就没做什么了、欸。可以了，很多了，很多了。等等等，是啊，我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啊。等，我想试看看这个东西跟。红石灯，感觉像这个可以试看看，看一下这两个东西，看什么？灯、电灯、放闪光灯，闪光灯，是相机的那个吗？对，它上面是写闪光灯，灯具。这个好做吗？我看一下，不是啊，做没关系，那就红石灯吧。没有，我现在我在试，我要试其他的东西。哦，嘿，他就要安静哦，正在研究东西哦。那、我是安静发话哦。他这个怎么用啊？那个使用者？哦，哎，你用好了吗？嘿。来来来来，哎呦呦呦呦！去找你。这个东西照看一下，我去看。嘿，你嘿，不会用。对啊，你调的是对的啊。还是他是 GP 呀、啊？是，对啊，啊，你赶快、哦，你先去做那个啦，快点，水力发电，对啊，上就有了，水力发电做，你做好了吗？里面附近都会那个吗？没有，你只重生点那边会读得到，那边就是你的基地台，然后你只要玩任何你盖的东西都可以用。啊、是我去那边盖，我自己盖的，对，谁放就是谁的，你先做吧，我那边让你 TP。这样感觉我也要做了。我们挖好一个位置了。嗯，就到时候就分层吧，一人一层这样。对啊。都再改吧，我先过去。水力发电哦。对啊。射灯。嗯。烧制石头。共振仪。杂蓝弄灯，反杂，其实还好啦。这个到时候就是只是接个红石线路上去而已啊。其实这个就还好，就用这个吧。
卧室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灯可以用。哦，都是差不多的东西。然后是什么？环形吊灯，环形吊灯。嗯，烧制石头怎么用出来的？砖拿去排成四个啊？排成四个？哦哦哦！原来那么简单哦！哦，他不吃 GP 是哈基用的升级。可是我刚去他家、啊、没有用啊。什么东西 GP 升级啊？使用者啊。他吃 GP 啊？不是吗？这拿掉。看一下。样啊。一直开启对啊。大家救我。哎呦。用者，使用者，使用，他在哪里啊？可恶！波波要出去的，波波。对啊，拜拜，他吃啊！哎呦，难得。